以下节目只表达主持人之个人意见，并非等同公众指标。观众有机会因观赏品味有异而产生期望落差，请自行参与坊间风评，作出适当的期望管理。又到了同大家一起报美剧的时间啦！今次要讲的是《Rick and Morty》依套我好中意的美国高分动画。咁《Rick and Morty》每集都有不同的主题，有啲充满住人生的哲理，有啲系对现实的反讽。咁每个人对依套剧的解读都各有不同。今次呢个系列主要都系拣一啲集数，分享一下《Rick and Morty》的个人睇法。咁亦都欢迎大家喺 comment 嗰度留低你哋嘅想法。而今次要讲的是《Rick and Morty》第一季第二集。咁而今集的主题就是物种的优越感，每个生物都有天然的控制欲，而拥有着优越感是不是就会对一些低等的物种做一些控制的行为，而这一种支配关系在道德层面上怎样去判断对错呢？今集 Rick 就将 Morty 带到去数学老师的梦境，试图 Inception 的方式令到 Morty 可以数学拿到 A。 Morty 他就说，这么多时间去入个梦境，为什么不用这些时间你帮我帮温习数学啊。这一个举动就是回应上集 Rick 他对学校的看法，功课是没用的，跟我去冒险啦。而 Rick 和 Morty 入了个多重梦境，就是指出每个人潜意识入面的恐惧，表面就算几懦弱的人在梦境入面都有着极强的控制欲，是不是因为人类潜意识的恐惧而令到他们渴望拥有控制权，而饲养这个宠物就令到人类感受到物种的优越感呢？另一边厢 ，Jerry 他就交代 Rick 要制造一个仪器，令到他的宠物狗 Snuffles 变得聪明。Rick 就话：你真的要这样做？你养宠物不是就是为了那种优越感咩？咁当然啦，你以 Jerry 的智慧是不会明白这样嘢啦。咁令到 Snuffles 变得聪明的机器，可以令到 Snuffles 听从这个指令，去完厕所仲识得自己冲厕添，识得拎拖鞋，仲可以自己做埋脚毡。仲识得嗲人，讲到尾就即系多咗个奴隶。Jerry 依个属于人类组别嘅低下群组，要依靠比自己更加低等嘅物种去显示出优越感，但系又唔甘心依一种低等物种嘅智慧低下，唔就资格去成为佢嘅奴隶。奴隶要理解佢哋系奴隶，佢哋嘅主人先至会觉得佢哋系主人。主人就系要有嗰种主人嘅优越感，多过佢哋真系需要一个伙伴。嗱，当然呢啲唔系我嘅个人意见啦，我只不过系根据翻 Jerry 呢个角色所落嘅定论嚟嘅啫。咁当然唔系每一个人类都系 Jerry 啦，咁但系 Jerry 系真系无处不在嘅。咁当 Snuffles 进化至善于交流嘅优化物种嘅时候，就改咗名成为咗 Snowball。Jerry 佢想掹走翻嗰个聪明机器，但系森娃都忍唔住话：你唔可以赋予生物知觉之后再剥夺佢哋嘅知觉噶。咁样做系唔符合道德噶。咁 Snowball 去推动咗革命，将奴隶同主人嘅位置对调，然之后再以 Rick 潜入咗 Snowball 嘅梦境，为 Snowball 植入咗一个想法，就系我哋唔系佢哋，唔好净系将今集嘅物种革命套用喺人类同宠物之间，不如试下将呢个设定套用喺人类同人类之间嘅相处，睇下大家又会谂到啲乜啦。咁最后 Snowball 同其他进化了的狗移居到去另外一个外星星球那里生活，这个是非常之理想化的结局。但是在现实之下，会不会又生成到另一种结局呢？这一个就是 Rick and Morty 的故事。看到这里大家都是真朋友啦，想看更多剧集的 review 记得 subscribe 啦，每逢星期一都有快 up 十分钟跟大家讲下煲剧心得。如果有什么 comment 欢迎在下面留下，还有记得 like and subscribe。 Bye bye。